它就是一直跟台湾就是一直拿进来，所以我们这边可以运用的量稍微是比较少的。其实我们董事长后面每天大概是在这边就在做过这边，在这边的话，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因为要把石头粉碎嘛，我们都是大的。军方的跟机关的，机关的就是东家机关啊、哦，军方的就是阿兵哥啊、哦，还有民众的架构。礼拜一的厂区呢，我们要交给自然环保的负责人朱志刚先生，我们朱叔叔哈、哦，为各位介绍资源回收厂的运作，好不好？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，好，欢迎你们来回收厂啊、哦。刚才进来的时候，等一下说的又变成考试的题目了。好，各位小朋友知道这个什么地方吗？知道。哪里？资源回收厂。资源回收厂啊，好，这个第一个要颁奖的，哎，这张不是准备那个吗？对，这个送给小朋友。啊，送给小朋友，那等一下一起上车就好了。好，接下来啊，跟小朋友介绍一下哈。我们现在资源回收都是谁在执行，知道吗？啊，这边都没有你们公司谈办啊。现在是我们自甘环保。